诸位长辈，诸位同仁，大家早安。啊，我们这一两节啊课程呢，谈到的是了凡先生呢、所整理出来行善积德十个纲目。那我们复习一下，一开始啊，与人为善，爱敬存心，成人之美，劝人为善，救人为机，心见大利。我们昨天讲到这第六点，心见大利。这个心见呢，从字面上看呢，是建设。所有的建设啊，都是为了让人受益。当然，这个建设啊，有形的啊，比方造桥铺路，比方建设一些机构，工人使用，利益方便他。这个是有形的，无形的，比方弘扬伦理道德、因果教育啊，这个也是心见大利，这个心呢、可以是复兴、建设、重建，大呢，它影响的面越大，受益的人就越多了。所以我们想到师父讲呢，现在可以救这个世界两种人，一个是国家地方的领导者，他负责一方啊，这个地方的政策教化是他管的，所以他影响面大。我们看现在很多地区第一个行政负责人呢，他一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啊，他整个地区的学习啊就会非常的积极。所谓公门好修行呢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。这些观念呢，假如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下一代从小的志愿就是要当官呢，这一些心境啊要从小教育了。再来是媒体工作者，他假如是某个电视台的负责人，那他节目播出去啊，影响的都是可能是几十万几百万人在收看，甚至于是上亿的人都有可能。所以这个都会带动整个人心的教化呢，都是大力。而我们看到啊，现在整个社会世界的状况啊，比方温室效应，这个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。我们尤其在这十年左右啊，各地的天气异象特别多，该冷的地方没冷，不该冷的地方很冷，该下雨的地方没下，没下那么多雨的地方反而那个雨水不断，所以整个异象非常明显。其实根源呢，还是人不爱惜大自然，人心坏了。其实这个温室效应不解决啊，很多人类所积累的财富啊，可能都会在一夕之间化为乌有。很多人在估计啊，假如
这温室效应继续发展了，南北极冰都融化掉了，沿海地区啊都会淹没掉。那大家想一想啊，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哪？都是沿海哦。所以大家看这个大水在淹的时候啊，谁在指导它？谁在控制这水该淹哪里，不该淹哪里啊？这背后还是有力量在控制啊！什么力量？业力啊！劫难都是从业力来的，但业从哪里来的？从心生出来的。所以环保问题啊，事实上也是人心的问题。人造贪嗔痴这些恶业的，才会感召这些劫难，贪心感水灾，所以越贪的地方水灾越严重。那经济开发的地方啊，人都见利忘义了，不淹那里淹哪里啊？嗔恨感火灾，愚痴感风灾，傲慢感地震。所以这些道理都明白了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呢，这个最大的利益就是办教育了，才能根本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大利是教育，其实啊，每一个人在各个行业啊，都能复兴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不然，有人一听哦，教育最重要，我不是搞教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不是这样子的逻辑啊。第一个，从家庭来讲，我们有教育家人、教育下一代的责任。这是大事啊，家庭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细胞，我们责无旁贷啊。再来，每一个行业都要遵循道德，商业有商道，医学界有医道，教师有师道，还有哪个道？每个角色都有道，当媳妇有媳妇道，当父亲有父之道，为子之道，通通啊要在道德当中啊，才能化解灾难。所以我们在哪一个领域、哪一个行业，都能够遵循伦理道德因果，去做好身教，带动道德的复兴呢，这个都是兴建大利。所以一个人要积功累德啊，当下的家庭、当下的工作行业都能做得到，是看每一个人呢，他有没有这一份认知跟承担。我们看彭新博士。彭新博士才30岁啊，他有那种使命啊，复兴中医啊。中医不复兴呢，那个医疗开销啊，都是国家非常非常大的负担。因为中医的重点呢，不治已病，治未病，他强调预防。甚至于很多养生的方法可以让人自己懂得保健，每一个人应该都要懂得养生保健，最起码常常为家人，尤其为自己的父母长辈服务，保养身体。
有固定帮你父母长辈保养身体的，举手。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，可以学的哦。完了，不能等家里长辈啊病比较严重了才在那里担心着急，都要能防范于未然。所以他年纪轻轻的，但他很有使命啊，他现在把他医学上的这些经验讲授出来，也带动整个中医的复兴啊，甚至于是广大的百姓啊，对这个中医、对养生呢、都有更深的一个理解。所以，人有使命啊，他的力量就可以不断的发挥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兴建大利。第七呢，舍财作福。这个财富啊，说实在，哪一个地方的人呢，福报最大？那他那个地方福报最大，你要效法他。我们读过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，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它的地是什么做的？黄金铺地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觉得黄金很稀有，到那里去是铺马路的。那福报大到什么程度？可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啊！看他福报大不大？问题是，他福报怎么来的？他是恢复性德来的，所以那个叫十报庄严土啊，一真法界啊，所以真正要恢复最大的福报啊，要恢复性德。所以我们修学的目的啊，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性德。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啊，这一生就能往生了，就能回老家了，啊，回到自己本来的故乡了，自信的故乡了。好，这是很重要的目标，因为贪心障住了本有的福分，啊，人皆有如来智慧德能相好。这相好就是福报，啊，现在还没恢复啊，有障碍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可以恢复，啊，不断的放下分别执着妄想，就可以恢复了。但还没有恢复以前呢，我们还得要修福了，啊，我们的福气啊，还要靠修来，啊，财布施得财富。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啊，无微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而且我们老祖宗常讲啊，有水施有财啊。而且呢，为什么用水来譬喻财？也让我们体会到啊，水要流动。水不流动啊，就会发臭，就会长蚊子。所以积财就伤道。啊，把钱财一直积累了，然后旁边很多的人都挨饿了，都遇灾难了，我们都视而不见，不去帮助他，这个就伤了我们的厚道良心呢，要上道。而且我们也要冷静分析呀，啊，很多人他赚到财富了，他会有一个概念，
这是我的钱。其实啊，这个自我太重了。啊，我们看一个企业家，这钱怎么赚来的？第一个，从国家角度，国家有安定的环境，他才能够经营事业啊。不然大家现在到中东去看看，啊，你到战场上去看看，你怎么做生意啊？逃命都来不及了。所以为什么要念国家恩？啊，国家这么多政府单位，包含军队，啊，保卫国家，它是种种机制才让这个国家安定。我们怎么只想着赚得到钱都是我的功劳？包含整个生产过程当中也要很多政府单位的协助，还有自己员工的努力，包含所有事业合作伙伴的配合，还有大众的支持信任，我们这个事业才做起来。很多企业家开始学习传统文化，他从只想着是自己的钱财，慢慢想着是啊，这么多人的努力支持才能够赚取钱财富，所以他开始啊，把钱财能够回馈给他的员工，回馈给整个社会。那这个他也是舍财啊，做福啊，而且他在回馈的过程当中，他念恩哦，就是心地就种了恩田了。他恭敬所有人的付出，敬田。他又回馈社会啊，希望社会好，这是悲田。所以他会越舍，福报越大。所以俗话讲，舍得舍得啊，能舍就能得。因为他舍出去了，他的心量越来越大了，福由心生呢，福田心根呢。我们看到整个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企业家，他们越舍越多，结果看到的好的循环呢，是他们的事业越做越好。所以人要相信天道好还呢，相信真理啊，依教奉行啊，很有信心。好，而且呢，舍了之后会得啊。得到了呢，还要再舍，就像流水一样啊，要流动，不能得了以后又变守财奴，啊，这样又积财伤道了。而这个舍财作福啊，是我们师父呢是做得很彻底，所有一切的法宝，啊，利益大众闻法的。这些布施啊，从不跟人要一分钱。结果得到的果报最殊胜。越舍越多。这个都是啊，给我们很彻底的表演，增长我们的信心。大家注意去观察。同参道友啊，您看他福报来的越快的人，就是放下自私自利越积极的人，都不为自己想，都为别人想，他的福报啊，很快就现前了。所以师父讲的，你什么都不要了，你什么都得到了。所以修道的过程呢，首先要先把16个字放下，
才能到佛门的门口。首先就是要把自私自利放下，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贪嗔痴慢。好，那很多人讲了，那我都舍掉了，那我的家庭没饭吃怎么办？我们有时候啊，还没做就先担心了。好，所以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那佛不会骗我们啊。其实当我们问这个话的时候啊，更重要的要关照自己，还是自私放不下。真正放下的呢，你可以去请教他们。就像那许哲女士，她从没为自己，人家也是问她啊，你都为别人了，那谁照顾你啊？许哲女士说，老天爷会照顾我，她相信老天爷，相信真理。第八呢是护持正法，我们尤其啊年轻辈的同仁，就可以很明显感觉出来啊，有没有闻正法，这个年轻人的人生呢造化会有很大的差别。年轻气盛呢，不懂得是非善恶，那他可能年轻就造了非常多的业。但是他年轻就懂得行善积德，那他的整个人生格局就不同。所以正法就像人的眼睛一样，他才能真正看清人生的真相，人生的价值。其实这个感受啊，从我们自身就好了。我们没闻佛法的时候，我们了解人生的真相吗？人生的价值吗？人生的是非善恶吗？可能都搞不清楚，浑浑噩噩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啊，做错很多事情了，迷惑了，做错了就造业了，苦报就来了。所以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有一句话叫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那是结果啊，原因叫迷惑造业，才会赶来这样的人生际遇啊。大家有没有遇过人生如意事十有八九的人？有没有？没有吗？你去新加坡找一下许哲女士，人家都是一心为他人啊，心地善良啊，他就赶来很多助力啊。所以把这些道理想通了，就知道正法对一个人人生的重要性。好，那怎么样护持正法？护持自己，护持身边有缘的亲朋好友的道业呢？你知道好了要怎么护持啊？我们到佛寺去啊，都有三门呢，四大天王，这个就是表护持正法了。而这个天王，第一个东方持国天王啊，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啊，这个就代表啊
护持正法呢，要从这里开始。东方持果，持就是护持了，而持果啊，首先要先齐家。大学里讲，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所以护持正法，首先还要先护持自己的修行、修身的功夫。那佛门讲的，勤修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。自己有好的修养呢，才能正己化人。这个是持果啊给我们的提醒。首先从持家、从修身做起。持国天王手上拿的呢是琵琶，表的呢是处事待人接物啊，就像这个弦一样，不能太松，松了弹不出曲。其实松了就是呢，人与人就没有规范，乱成一团。紧了会断，所以处事还是要柔和圆融，不可太苛刻。这个是琵琶呢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启发，所以其实就是要恰到好处啊，要走中道、中庸，懂得用中。这个中比较抽象啊，其实用中就是用真心啊。用真心就表现出来的作用啊，就能和，就能团结人心。怎么用真心呢？时时啊，不管面对什么人事物啊，保持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真诚就不染污，人一染污了，偏心了，贪婪了，就不忠了。这叫私欲啊，欲令自迷，利令自昏了，他就不能用忠了。太上感应篇讲，偏真偏爱，他就不能用忠了，更达不到和了。一个人偏真偏爱啊，那可能底下的人人心就不平了。用真诚，用真诚是用忠，不能应付，不能虚假，用清净不染，用平等就不傲慢，用觉悟就不迷惑，用慈悲就不自私，才能用忠。好，南方是真掌天王，南方呢，表火啊，表智慧，代表智慧每天增长，才能护持正法。不然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啊，不断增长智慧，增长见识。增长宝贵的做事经验，才能去护持。再来，西方广目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。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多看多听。南方增长天王拿的是宝剑，表的是慧剑，断烦恼，慧剑斩情思。情执啊，害人啊！一有情感的执着啊，这个心就不能用忠了，智慧就被障住了。而西方广目天王拿着一条龙啊，跟一个珠子，龙是表多变的社会状况，那个珠子是表不变的做人做事的原则，掌握不变呢，才能应变多变的社会。
啊，最方北方，最后是北方多闻天王拿着一支伞，那防虽然多看多听啊，还要辨别是非啊，防止污染。所以那个伞打开了，护念自己啊，要护念自己的家庭。假如我们在团体当中是领导者，那要护念整个团体的清净心，团体的道业，这都是北方这个多闻天王啊给我们的启示，所以在多看多听当中啊，要保持清净平等觉。不然你多看多听变沉沦，那就麻烦了。甚至要提升清净平等觉的心，这才叫立誓练心啊，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先跟大家谈到这里。好，谢谢大家。